不对不对，欣恩，我们是要选幸运的朋友，不是要你选男朋友。你是不是喜欢白衬衫？你是不是衬衫控？啊，被我们发现了欣恩的秘密。所以明天资讯等最后一天，大家要穿什么衣服来现场？白衬衫，好，大家要记住哦，很好，了解到欣恩的喜好了。最后呢，我发现我要来送大家，我们的蓝牙喇叭要来送给大家，运动型的防水又时尚蓝牙喇叭。突然觉得家里的音响喇叭全部都坏掉的，请说我。回家，等一下跟着我的 tempo 一起，好不好？我的 tempo 中华电信，然后我的手如果比低低的就想产生中华电信，中华电信可以吗？大家一起来，预备备。